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肉咖夫妻的白酒。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实验，想要用三合一的咖啡来试试看400次咖啡打不打得起来就可以了，这个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打开，加到杯子里面，倒入热水，出动。好像没有变化，还是水加太多了。再打几分钟看看，好像打不起来，还是再加一包。再加一包，你水加太多了吧？人家是说15cc 哦、喔。你加超过了、啊，你加100cc 啊、哦。杯子都热起来了。没有，没有成功，失败。失败了。还是因为那个咖啡的比例不够，把这边全部都加进去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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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不要，不行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再拿一包水，再加一点点就好。那你就加三包。好啊，加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没有动静，没有变黏的感觉，所以真的不可能用二合一跟三合一的哦，打不起来。我觉得是水太多。那要不然你最后一包再加进去？不要不要，真的不要再加，相信我，不能再加。你再拿一个杯子来，拜托，我求求你再拿一个杯子。等一下我们倒上去，我们加一点点水就好。你再加一包好了，失败就失败了。不要啦，为什么？我们再做另一个试试看嘛。不要，一定会失败啊，因为你这边加了多少水？我不知道啊。但是有比较黏一点的，你看泡比较多了。那我觉得再加一包好了，我想要加一包，我想要加一包，四包咖啡粉。够，好香啊，好像有啊，有比较黏一点。人家打400次，我们要打400万次。哈哈哈。嗯，有比较浓，但是没有黏起来的感觉。真的，你看。哦，好难啊！有了，有了，有浓稠，真的。好了，再打久一点。看看，400次咖啡，我喝上了。哇，咖啡超苦。换冰淇淋呢？冰淇淋都比我们绵密。有点感觉吧？87%了。这实验的结果就是失败。网络上人家拍摄的影片教学都是用咖啡粉，另外加砂糖。那我们是没有这个东西，我们就从仓库拿出来那三合一咖啡加进去打。人家拍起来都是这么唯美，他们拍起来是狗咖的一起干嘛？老塞啊！酸你的咖啡。